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窃洗澡》，表演者张德武、刘源。给您换一场。怎么来那么一位呀、啊、干嘛呀？你了往这儿一站、你是干蛤蟆的？这蛤蟆也不招我了，也不惹我了。不、说错了啊，你是干蛤蟆的？这有个翻译没有啊？这您问我干嘛的是吗？对了，哎呀，这要死是怎么着？你干嘛的？我是说相声的。好，相声大会嘛，说实的。说个三国呀、列国呀、封神演义呀、东汉演义。好，说实的，你理解错了、你说的那是一拍醒目。话说白眉大侠薛良，别鼓掌，就会这一句。那是说评书，我们这是相声。相声？你呢？相声吗？对呀、相声。不是相声，相声。你跟我学这词儿行吗？什么口音？像像像，像像像，生生生，说说说，像生，像说，像生，像说，像生，像说，像说，错了，完了，你给我都教错了。哎呀呀，真有能耐，你说不上这词儿来啊？那要是说上来呢？你要能说出来，我是茄子。相声，哎，这你这怎么说上来了呢？对不起，寸劲儿了。你这就甭逗，甭逗。谁不知道你了？这是说相声的、知道就别开玩笑，对不对啊？是是，那说相声的嘛。啊，对。我小的时候，我们在村里也听相声啊，对吧？还听过相声。想当年嘛，我们村里没有那个电视机，穷一点，听么呢？听什么呀？听那个戏匣子。啊，就是广播节目。哎，听谁？听谁、听北京有个老先生，侯宝林。啊，就是刚才那个啊，对对，大师啊。啊，是。听那个相声可乐呀。你听他那个相声，嘎嘎嘎嘎嘎乐呀。不是，您等会儿啊，听相声可听相声，您可千万别在屋里养鸭子。养鸭子走吗？您不养鸭子吗？嘎嘎嘎，这不鸭子吗？耶，这是俺双狼的笑声。怎么跟鸭子一个动静啊？这个结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听到这个1993年啊啊，侯宝林大师去世了，哎，故去了，死了啊！是是是，听谁呢？听谁呀、听天津有个老先生，哪位呀、叫马三立，哦，那是相声泰斗。那个相声说得好啊，那可不，一听他这个相声，嘎嘎嘎嘎乐呀，又养一窝。妈的，听到这个2003年啊，怎么着？马三立也死了。也没有了，听谁呢？听谁呀、听北京啊，还有个小圆胖子，哦，叫马季啊，有有有，哎，听他那个相声也好啊，是，一听他那个相声，嘎嘎嘎，您把那鸭子轰出去吧，太闹得很了，这，听到2006年底，怎么着？这个马季也死了，也没有了，我就纳这个闷了，怎么着？我怎么听谁谁死呢？可说呢，照这样我听谁呢？是啊，我听你了，你就别去。可别去，可别去，我就听一段，一段您甭听啊，你听郭德纲去吧。我，你千万别听我。哎，那个郭德纲那个相声说的好 啊，是。我一听他这个相声，我嘎嘎嘎，就他就快了、我看你就快了，你也想告别舞台呀？是怎么着？没说话呢？怎么了？我跟舞台有嘛关系啊？我准备啊，我买个月票，我多听你们几天。你跑这屠杀来了是吗？买月票听我们来呀、我回不去了，回不了家了。哎，对了，为什么呢？我是跑出来的。这网上没有你的照片啊。我通缉犯呢。跑出来的吗？我是从我们村里跑出来的。那为什么呢？我惹祸了。哎呦，别说出去啊，我给你保密。我惹祸了。哎，别说啊，我惹祸了，你别说出去。你自个儿不都说出去了吗？惹祸了。惹什么祸了？干嘛？
您都说您都嚷出来，您就介绍介绍吧。我啊，我说说啊，您说说吧。你看您北京多好啊。怎么着？你看您北京就是官多吧？啊，首都嘛。你看有一个这两天开会呢，是吧？啊，是两会。有一个总书记吧？有。有一个国家主席吧？啊，是是。还有一个军委主席吧？你等会儿吧。您说这仨官是一人。啊，一人这是。还有呢？啊，还有谁？还有这个总理。啊，有有总理。有部长。有。有市长。啊，是。最小的也是个科长吗？对。在我们村里头最大的行政长官。这是村长。哎，这那就别糟践那行政长官了。这呀，我们那个村长那个老爷子厉害呀。是啊。那个脾气大呀。怎么个大法呢？整天穿着衣帽整齐的。哦，那个脾气太大了。有什么脾气呢？你比如说吧。啊啊。就是他家那个孩子哦，拉着那个屎拉屎了，他叫他家那个狗过来吃哦哦，叫三声不过来，怎么样？他自己趴那吃了。哎，我说这是脾气大呀，这是缺心眼儿啊！我就惹了他了，你把那屎给吃了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不是，可不嘛，那个脾气大趴那吃，你把他惹了，你可不怕吃。不是，你听我说呀。怎么惹？那么那一天嘛，啊，我们村里头有这个书记，哦，有村长，啊，有会计，啊，还有妇女主任，一套班子。哎，在家里这个研究室哦，开会呢，研究工作。哦，是啊，东风，哎，这发财，哎，碰，别碰，别碰，啊，这是研究工作，这不打牌呢吗？咱在那伺候着，切个茶呀，哦，倒个水的嘛的。哦，结果我一看，怎么着？那个村长那个老爷子太难受了。怎么难受法啊？你想啊，他那个肚子 啊比你那个还高半尺了。哦，就这么胖。哎，哦，结果也杀上这个腰带啊。怎么着？三座大山了。哎，三座大山搁这儿了。哎呀，我一看呀，他热呀。啊，热，水脖子流汗。哎呀呵，我心疼他啊。怎么着呀？我过去了啊，我说让他松开松开吧。怎么松开呀？嘣儿，我把那个皮带扣给他扣开了。把皮带扣扣开干嘛呀？让他松开松开嘛。哦，放松一下肚子。对呀。哦，是是是。我说他坐着了没事。啊啊，没想到怎么着，他连糊了一圈庄稼。这不是好事吗？最后还是个杠上开花，还加翻呢。你拿这个开杠，连糊了，他蹭他站起来了，那个裤子秃噜就掉下来了。这没关系，里面不穿着裤衩呢吗？他没穿裤头啊。哎，他们这村长驴粪球，你看就往外面光啊。这个村长反应太快了，哦，唰一转身冲后了。啊，坏了，怎么了？屁股露出来了。这就没关系了。你也不知道啊。啊，他那屁股上有一块癣，谁也不知道，这是他的隐私。这也没什么大，让我给暴露了。没关系，这都这不第三天就出事了吗？又出什么事了？就我们那个妇女主任啊，我们那个妇女主任是个很正直的人，哦，很正直的人。哎，那天晚上啊，定这个九点多钟吧。哦，够晚的。他上这个村西头王光棍他们家里去。哦，是。他们互相摸了一下什么情况？哎，这地儿可没有大喘气的，我跟你说啊。结果回来的时候就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走到村口，他遇着流氓了。哎呦，这个流氓从树后头噌就窜出来了。是啊，此山是我开啊，此树是我栽。要想打死过怎么着，脱下裤子来。还真是流氓这个。哎呀，我们那个妇女主任是个很正直的人，可不是吗？就跟这个流氓撕巴起来了，搏斗上了。经过一场激烈的搏斗，怎么样啊？终于把流氓扒了个精光。哎，他把流氓扒个精光啊，吓得这个流氓摸头就跑啊。谁是流氓啊？妇女主任不干了。啊，是。站住，还追人家。哎，不，主任，哎，站住，主任，主任，他要报复这个流氓。那也没都脱了报复人家的呀。这个流氓跑了啊，脸长什么模样没看清楚。哦，太黑了。就看这个流氓屁股上有一块癣。村长，你说的。哎，我没说。这多倒霉呢，你说这个。我这不惹祸了吗？哦，我说我跑吧。我跑吧。我跑北京来吧。啊，是。我北京我有亲戚。哦，谁在北京啊？拿蝈蝈。哎，你蛐蛐不在北京啊？蛐蛐走嘛。拿蝈蝈怎么回事啊？拿蝈蝈怎么是俺娘养活的。你娘能养活蝈蝈，你娘瞎蛐蛐。哎，怎么说话？什么话呀？你蝈蝈懂吗？不明白呀。就是比俺大两岁，哪比他小两岁，也爱同跑，哪是他弟儿的？你哥哥是吗？弟俩拿蝈蝈。哎，这什么口音呢？这都是拿蝈蝈啊，在这个北京啊开买卖。什么买卖呀？大买卖。
什么大买卖？开了个大粪厂子。哎，这大粪厂子算什么大买卖呀？挂着十好几个厕所了，那顶什么用啊？你一个厕所是八个坑子吗？那怎么着？你们家几口人？三口人呢？吃不了。哎，这破。吃什么吃不了？您哪意思？卖的那个肥料，挣的那个钱吃不了。这地儿没有省略的啊，都说。哎，我找他来吧。啊！你下货车坏了，又怎么了？他给我那个信封啊，上面有地址，我就能丢了。多不小心呢！他那个手机也怪了。哎呀，我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我来北京，我谁都不认识啊。是啊，既来之则难之啊，全想起来。我数数这个马路上的车吧，我没见过这么些车啊，这个车太多了，是你看一辆、两辆、三辆、四辆。正数着了啊，过来个小子，戴着个红箍，哦，冲着我一瞪眼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数车了啊，是，北京不让数车，哎，哪有这规定啊？我数了怎么办呢？啊，是啊，数车罚款，我罚款，数一辆罚10块钱，哦，你数了几辆了？啊，几辆了？我数了8辆了，啊，罚80，罚80，哦，没办法，嗯，掏出80块钱给他，这个小子。揣起这80块钱，摸头就跑，这个笨蛋呢？怎么人家还笨蛋呢？我都数了24辆了。这俩人也不谁笨蛋，这是啊。他走的时候啊，这个裤兜里头掉下一个小牌牌来。哦，什么牌啊？我捡起来一看啊，天上人间娱乐中心的卡。你拿那玩意儿没用啊！我开开眼去吧。哦，开眼去了。哦，行，你找得着吗？这照着有地址吗？我还倒认识字。找地址找到了，我一看呀，天上人间，还真找着了。这个楼太高了啊！是，这多少层呢？啊啊，一层、两层。哎，北京数楼1层20，你数几层了？我还没数呢。甭数，赶紧进去吧。进去吧，进来吧。哎，一推门啊，一看是一个大池子，那个长啊，哦，游泳馆，好几十丈长呢。啊，是是是。哎，过来一个人，砰，把我抓住了。哦。你游泳吧？啊，是。我说你是干好么的呀？啊啊，我是国家游泳队的教练。遇着高人了，国家游泳队的教练啊。是啊。你得过那个金牌吗？没怎么问人家。他说我没得过金牌，没得过。但是怎么着？我没淹死过。哎，这手艺好不了这个。游泳吧？啊，游吧。给他游啊，有这个蛤蟆式啊，蛙泳，有这个蝴蝶式，啊，那叫蝶泳。还有这么跑的，哎，对，狗刨，游了30分钟，我说行了，啊，就到这儿了，游没了，实在喝不了了，哎，喝了30分钟啊，上二楼，哎呀呵，到二楼一看，你才弄不着，怎么着？这二楼可太好了，有什么好的呀？这是一个小剧场，哦，演节目的，演节目的，哦，是，出来个小妮儿，啊，拿着个蒜锤子，啊，蒜锤子，啊，就是这个，哎，就不，拿着的，那可不是蒜锤子，麦克风，哦，啊，麦克风，往那一站，啊。先生们女士们，哦，你们到过黄河吗？啊，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，哦，我们要爱我们的黄河，为了歌颂我们的母亲黄河，下面请听长江之歌。倒是黄河，倒是长江啊，这个有毛病，神经吧，这不是说了半天黄河听长江之歌，哎呀呵，太乱了，不听了不听了，赶紧走吧，上楼，哦，上楼了，上三楼，三楼是啥？三楼太好了，哦，我一看是个演马戏，还有马戏表演，哎，有这个走钢丝的，哦，有这个刷叉的，哦，有顶坛子的，哦，是，还有耍猴的，哦，最后怎么着？怎么着？上了个女的，我来一女的，哎呀，这个女的啊，长得太漂亮了，啊，就看这来的，那个嘴磨的那个红啊，哎，这没耳朵，那个眉毛啊，哇，太好看了，这是那奔头大脑的那老寿星吧？这个老寿星怎么这眉毛不都到这儿了吗？都啊，这画的细呀，啊！哎呀呵，太吓人了，哎，这些。你看，哎，牵着个大老虎，老虎，哎，让这个大老虎走那个压压弯，哦，是钻那个火圈，哦，嗖嗖的，哦，可厉害了，是吗？最后你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最后这个女的躺下了，躺下干嘛呀？躺下了，眼睛闭上了，哦哦，嘴张开了，啊，叼着块糖，啊，这个老虎夸夸夸走过去，拿这个嘴呀，啊。盆儿把这个汤叼走了，旁边还有人鼓掌了，你鼓掌走嘛呀？你没弄明白啊？鼓掌是鼓励那个姑娘有胆量，这不是一般人都能来的。这有嘛呀？我也行啊，你也能来这个？我也行啊。你怎么行啊？你把老虎牵走，我也行啊。哎，把老虎跟你都牵走，我也行。
我先来的。哎，嗨，这还有先来后到的事吗？这个不看了，不看了，甭看这个了，走吧，走吧。一出门啊，前走了没有200米，怎么着呀？看见拿蝈蝈了。哎，还真巧，拿蝈蝈骑车正走了。啊啊！我说蝈蝈，他一看我呀，弟儿的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都来了一天了，啊，我饿死了。啊，你怎么着？你饿了？啊，走，咱洗澡去吧。哎，我说你哥也缺心眼儿是吗？啊，你说你饿了，带你洗澡去。他说你这一天你脏的都跟土猴似的了。啊，对，喝了半钟头水呢。啊，我洗澡去吧。洗澡去吧。往前走。啊，往左拐。哦，往前走。往左拐，啊啊，往前走，往左拐。我一看到了，到哪儿了？天上人间。哎，这不是又回来了吗？您呢？哪知不道啊？啊啊！我一看还有个小牌子呢，写的什么呀？洗浴在地下室。哎，您早看清楚多好呢。哎呀，一到这个地下室门口啊，啊，我不敢走了。怎么又不敢走了？你们这个北京人太缺德了。怎么了？不让咱走楼梯啊？哪有这个规定啊？让人顺着那个楼梯扶手滑下去。谁写的这个？那写着牌子了。怎么写的呀？让俺小心地滑。哎，我真下去了。那可不嘛。我先问问您吧。啊，我得问问您。怎么着呢？您这个语文课是跟美术老师学的吧？你怎么说话呢？这真就滑下去了。让滑下去就滑，听话吗？那不摔死了吗？这个，要不又罚款了，对吧？罚怕了这是。哎呀，一进去可害怕了。怎么了？这是干嘛的啊？洗澡的呀。洗澡的啊？这不是个赌钱的场子吗？怎么该赌钱的场子？你看那一个一个的连衣服都输光了，配着个被单在那待着。哎，您进的那是休息室，那洗完澡在那闭目养神呢。啊，往里走更可怕了。往里怎么可怕？往里走啊，那简直是阴间呢。怎么到阴间？阴间呢，一个大饭锅里头嘎啦嘎啦嘎煮着人，大板凳上小鬼在那剥人皮。嚯，最可怕的一个小木头房子里啊，火烤人呀。火烤人，烤的那人都让热死我了。热死你，你他妈出来呀你。哎，你们这村是太落后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解释解释吧。啊，您说那个所谓大方锅呀，那是泡澡用的。泡完澡在那木头凳子上，那是师傅给搓澡。嗯，那个小木头房子外国引进的，叫桑拿浴。哦，那就是为在里蒸，那喊着蒸死我，那是蒸没了。蒸没了。哎，对对对，哪知不到呀。哦，是那来这个大方锅吧。哦，上大方锅里。大方锅，我刚练完呢。我刚才上练完了。对对对对，我扎个蒙子吧。啊，这是扎猛子来了啊！扎不了吗？扎个猛子啊，一憋气就下去了。啊，坏了，怎么了？脚丫子没够到水，脑袋磕了个大疙瘩，这是活该。这是喝了两条水啊，臭脚丫子味儿啊，还有味觉。不行，我得报复他。这你怎么报复人家？我得报复他。怎么报复？我得摸他两条鱼走。哎，这里有鱼吗？您就摸呀。哎，有水就有鱼。还有水就有鱼。我摸鱼。哦，摸鱼。我摸鱼。哎，摸着了。摸着鱼了。摸着鱼。摸着什么了？摸着个大王八。大王八，软杆的大王八。哦，那就抓起来吧。我抓起来吧。啊啊，我往起这么一抬，前面那个人给我嘴巴子，你不好好洗澡扣我屁股走吗？哎，打死你都活该。哪不懂啊。哎呦喂，拿蝈蝈说上来吧，上来吧，上来吧，赶紧上来，一会儿人追杀你了。到休息室去吧。哦，上休息室了。到休息室去。啊啊，过来个小伙计。哦，说先生，你要服务吗？哦，服务员。这里还有服务的？那可不有服务吗？我说有嘛服务啊？啊，我们这里有一般的服务。啊，有特殊的服务。来个特殊的吧。哎，我一猜就这个啊。特殊的没别的。啊，对对，肯定好。肯定好。哎，待会儿过来一个小伙计。啊，领那个小屋子里去。啊，是。说我们这里有同性的服务，有异性的服务，你来哪个呢？来个异性的。哎，对对，你看他跟我去的，他没看过那端北山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对对。到那里啊，待会儿带来了。哦，带来了。哎，一个女的。哦，女的。长得太漂亮，那个嘴这样。哎，那个眉毛这，也那么打扮。我一看，我认识。怎么还认识呢？就是上边去老虎呢。哎。咋有兼职的这是吗？啊，哦，是。我一看他，我高兴了。哦，是。我说你躺下吧。我这就让人躺下了。我说你闭上眼睛吧。闭眼干嘛呀？你张开嘴吧。张嘴怎么着？我找那块糖去。还念着。